错，因为高球对他来讲有绝对致命吸引力啊！哦，这个时刻，打起轮到陈庸基啊，前面有获得三次四坏球保送，哦，因为第一个球强加好球数。那新农牛队本季对战呢，统一啊三胜十三败，也吞了一个四连败的对战四连败。那这个这场比赛有机会啊，中断这个对战的连败。他的新农牛队的今年的六连胜也是从赢统一狮队开始。嗯，哇，这个本季对战林吉伟、陈庸基也有六打数、三安打，还有一支全垒打，都打得很好。林吉伟，真的今天就是他的牛棚日啦。哇，这一棒左外野。逆转的两分打点全垒打，这个完全被他掌握到，六比五了，哇，不错，这没话讲，这打者打得精彩啊！陈玉杰的胜头飞掉了，李伟华逃过败战了，林奇伟的救援失败，高俊丹还有胜头机会，本季打林奇伟第二轰了，这个陈庸基本季第四支的全垒打，也就是瞄准这个曲球来攻击啊，打到就知道有机会了。